在百家讲坛的微信平台上，有网友问李世民与李建成他们各自都有什么优势。李世民最大的优势就是，第一，李世民武艺高强，这个人善射，而且骑术精良，啊，勇冠三军，他本身就是一员猛将，所以他在战场上显示的比较的全面，他一方面能够运筹帷幄，一方面能够这个冲锋陷阵。李建成呢，我相信李建成也绝对不是孬种，但是李建成我想最大的优势还在于他的嫡长子的身份，这样的一个身份使得他无论到哪里去，那么身上都有较强的这个光环，而这个优势呢是李世民所没有的。徐突通自幼性格刚直坚毅，擅长骑射，颇好武略，他为人正直，秉公执法，即便是亲属犯事，他也绝不包庇纵容。从隋文帝时期起，他就颇受朝廷重用。当时民间有一句谚语流传，宁服三斗葱，不逢屈突通，可见他铁面无私的形象深入人心。而就是这样一位硬汉，成为了李渊即将要对付的劲敌。那么当屈突通固守城池不出时，李渊布下了一个怎样的攻城之计？屈突通又会如何接招呢？屈突通这个人呢，他姓屈突，名通。那么屈突通这个人呢，对于隋炀帝来说，他还算是立有大功的。当时隋文帝去世，而隋文帝之死啊，在历史上是个著名的公案，他极有可能啊，就是死于隋炀帝之手。而隋炀帝继位了之后，隋炀帝有一个担心，什么担心呢？他担心有人呢不服自己，他最担心的就是自己的兄弟汉王杨亮。杨亮这个人也是隋文帝的嫡子，也是独孤皇后所生的，而且这时候的杨亮在哪儿呢？在太原，手握重兵，所以隋炀帝特别担心这个杨亮会不会不服自己举兵反叛。所以老皇帝刚一死，他就想到一招，怎么呢？他要脚趾用老皇帝的口气写一道敕文，然后把这个杨亮啊从太原给召回到长安，然后再把杨亮或者是囚禁，或者是把他杀死。哎，他有这么个计划，于是他就这么干了，以老皇帝的口吻写了一道敕文，还盖上了皇帝的这个玺印，然后派谁当这个使者呢？就派的是屈突通。结果屈突通拿着这道敕文来到了太原，进行了宣读，但是他却不知道怎么回事呢？原来人家老皇帝隋文帝生前呢，跟自己的这个儿子汉王杨亮之间曾经有一个秘密的一个协定。什么协定呢？老皇帝特别担心未来有一天有谁脚趾害我这个儿子，所以他曾经跟这个自己这个儿子商定过，说是这样子啊，你在太原的时候，每次我给你发来敕文，你要注意看那个敕字的旁边，我会用这个墨笔啊点一个小点儿，你看到这个小点儿，你就知道这就是我亲自给你发的敕文，否则就是脚趾。但是隋炀帝也好，屈突通也好，他们都不知道这个秘密啊，因此等到杨亮把这个敕文拿过来这么一看，杨亮心里头立刻意识到这有人伪造，京城一定是出事儿。所以杨亮马上就要想问一下这个屈突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。这个问呢不是一般的询问，除了没有直接拷打之外，其他的招啊威逼利诱什么招大概都用上了。但是哎，屈突通这个人呢，对于隋炀帝啊那可真是忠心耿耿，咬紧牙关，一个字儿也不泄露，让这个汉王杨亮拿他实在是没有办法。其实啊，杨亮心里头应该跟明镜一样，只是说啊，杨亮要举兵谋反的话，这阵儿需要筹集军队，筹集军粮，他需要个反应的时间，所以这阵儿啊你还不能杀这个屈突通，否则不等于直接向这个隋炀帝宣战了吗？因此他采取的办法是什么呢？干脆把屈突通啊放走得了。
屈突通就这样逃得升天，逃回了长安。也因为受了这一番苦，再加上呢他保守住了这个秘密，所以呢隋炀帝啊后来对他是委以重任。而汉王杨亮呢过了不多久果然举兵反抗隋炀帝，但是呢又被镇压了。此时李渊兵锋直指河东郡，而河东郡就此也就变成了隋军保卫长安的最后一道屏障。这个河东郡呢可不好打呀，怎么呢？这个地方历来是个军事重镇，所以呢城墙高厚，李渊的军队呢来的时候又没有多少的攻城设备，这次攻城果然非常的这个艰难，以至于李渊的军队呢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才打开了一个突破口，然后1000多士兵顺着这个突破口就涌进了。结果没想到人家屈突通啊早有准备，率领着自己的部队对着这个突破口发动了集中的这个猛攻，结果导致李渊这1000多个战士啊在城墙上啊根本就站不住脚，最后被迫又全部都撤了下来。但是李渊这个人呢很聪明，李渊考虑了当时的形势，并且分析了屈突通的性格之后，李渊觉得这个河东城啊干脆咱不打了，咱绕过河东城直接渡黄河直奔长安。当时很多人提意见呢，很多人说这能行吗？这个啊，这河东城咱就不打了，绕过去，那回头屈突通断了咱们后路，这不非常非常的危险吗？这时候李渊给大家解释了，李渊说呀，说屈突通这个人的性格呀我已经进行过分析，你看现在咱们已经到了黄河岸边，而他还是据守着河东城，他不敢出来追击，说明什么呢？说明城内人心不稳，他没法掌控全局，很多人不为他所用，所以他这阵儿啊他不敢出来。可是我预言这阵儿不出来，回头屈突通一定得出来。原因是什么呢？原因是屈突通的任务是什么呀？不就保卫长安吗？这阵儿咱们奔着长安去了，对于他来说，他如果不出来打，不履行自己的职责的话，那隋炀帝肯定饶不了他。所以以他的性格而言，他犹豫过之后肯定还要再出来，因此那个时候咱们再收拾他不迟，他只要走出河东城，只要是野战咱们就有办法。所以李渊下令不管他了，咱们绕过河东城直接向黄河渡口出发。哎，结果你还别说，真的如李渊之所料，屈突通啊还真是这么个心理诡计。屈突通觉得虽然走出河东城去打这一仗的话凶多吉少，但是问题在于如果不打呢？如果不打，自己等于不战而把长安城献给了敌人，所以他就率领着军队走出了河东城，从后方来追击李渊的军队。当时屈突通率领部队在潼关附近遇到了刘文静率领的军队，双方展开了一场激战。屈突通这边派出了自己的主力的干将桑显和，啊，桑显和呀夜袭刘文静的大营，结果刘文静被打了个措手不及，三个大营被人家拔了两个，当时形势非常的这个危险，很多的人都负伤挂彩，继续进行战斗，刘文静本人也中了这个箭伤。